我只感到係好榮幸嘅，其實能夠做到香港教區下任嘅主教。教宗嘅任命咧，其實都經過一段嘅過程啦。咁可能大家睇到我原本都唔係好願意啊。咁因為我都好相信咧，教區嘅主教應該由教區神職班出任嘅。但係最後尾，因為我係耶穌會士啦，咁教宗都好明瞭、明確咁樣話都想我做嘅，咁我就都會服從教宗嘅。咁呢個教宗冇私慢，但係我睇有啲傳覺啦，啲特別慢嘅，即係佢個國門咧，我哋有通知到國內嘅啦，北京政府都有個人，呢個我真係唔知道，因為呢個係梵蒂岡同埋中國政府嘅事，我如果佢覺得要通知嘅話，唔需要話我知噶嘛，所以我係唔知道。我哋一定需要同第二啲宗教團體啊、第二啲慈善團體啊，同埋政府一齊合作，去幫助香港，令到香港民生更好咯。當原本任務我覺得好重要嘅，點樣陪伴年輕人？而家嘅年輕人點樣陪伴嘅同行？點樣去聆聽？同埋點樣去幫唔同嘅年輕人都有份同理心，咁都去同理心去聆聽，咁我哋先至有可能更大嘅能夠集中埋一齊咯。